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鱼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在47泰坦变身人战败。可是，如果泰坦变身人胜利的话，马桶宇宙的剧情会有什么改变呢 ？OK， 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影片就开始喽。首先，泰坦变身人应该也是会晕船痛走，毕竟武器都没了，也不可能继续追击泰坦影响的。到了50级，泰坦金库人回归，电视人也修复的差不多了。他们将会带领反寄生小队去拯救泰坦影响的，而且在两位泰坦的保护下。反寄生坦克不会被摧毁，他们将会使用反寄生坦克拯救泰坦影响人，因为泰坦影响人被拯救，所以所有影响人都会回来。可是马桶阵营还有博士，他必定用创造出可以对抗泰坦的马桶，或是用偷袭的方式重创泰坦，三位泰坦将会倒下。我现在说为什么我觉得博士会赢，博士擅长使用诡计或创造新的马桶来对抗联盟，可是泰坦电视人没有打输，泰坦影响人也被拯救，这让博士毫无退路。你们还有什么想法？记得在底下留言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